家好，我是另一个双胞胎。哎，我是傅柳宇，我是傅柳旭，我们是对六。哎，老弟啊，哎，我有个想法。哦，你说，你说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拆开去说脱口秀。哦，然后我们两个一v一啊，这样至少能保一个晋级。有道理啊，对吧？那我们保大还是保小啊？啊，保我吧，哥啊，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啊。就比我晚出生一分钟，算什么年轻人啊？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我们应该分开发展，不当双胞胎了，不当双胞胎了，对，不当双胞胎了。但是我觉得双胞胎挺好的，但是分开发展会更好。哦，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吗？对，我们来试一下吗？未来你成为了一名演员，嗯，并且拍摄了《双子神偷》《双子神探》《双子等等等等》，双子别双子了。这些个电影名里一听里面就有你啊！不要有你，我自己演。你独自拍摄了《孤单北半球》《寂寞独生子》，一个人过得很不好。这都什么电影名，也太惨了吧。好好好，未来你成为了最佳男演员，嘿，做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你马上就要成为天王，地塌房啊。太快了吧。别急，你立刻就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赶紧补救一下，占用了公共资源，我很荣幸。很抱歉，照片上这个人其实是我弟弟啊。怎么还好有你。还好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事业根本就离不开我呀？哦，既然事业上离不开你，那爱情里总没有你了吧？未来你遇到了一个令你心动的女孩。哦，双鱼座的你爱上了双马尾的她，在双休日你们双双来到了西双版纳。我现在有点听不了双这个字儿，去邯郸。邯郸吗？从单尾骑单车和单马尾的姑娘去邯郸。 Damn Man， 去邯郸。去邯郸。去邯郸。你们来到了邯郸的公园。哎，天上白云飘飘，水面波光粼粼，两岸郁郁葱葱。叠词也不要啊，像这种 AABB 句型的小句子就不要出现啊。你太敏感了啊。你看公园门口有两棵树。哎，树，他们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是柳树。他们不是双胞胎，你不要做铺垫了啊。这个时候姑娘开口说话了啊。哎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哎，玩游戏是很好增进感情的方式。那我们玩什么呢？斗地主。斗地主。这还少一个人呢，你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呀。哎啊，前面飞桃园。桃园，我们接一把。你是大哥，我是三弟。大哥，我们没有二哥呀。你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呀。还是没拦住你小子呀。不是，为什么会突然结拜，也太奇怪了吧。哎呀，有的时候就是会跟喜欢的姑娘处成哥们儿嘛。哦，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嗯，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点事件推进一下。哦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嗯，可能需要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。突然草丛里跳出一个流氓，来得正好。正好吗？哥哥，怎么又是你呀？不是，我们俩长得都一样，别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俩是一伙的了。这个时候姑娘疑惑地看着你们俩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长得一样啊？完蛋了，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啊。这也能圆回来？在弟弟的撮合下你们在一起了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后来弟弟也消失在了你的生活里。哎哎，怎么感觉是融入了我的生活呀？啊，终于摆脱了双胞胎的身份啊。可是怎么感觉有点小惆怅啊。不久之后你决定向心爱的姑娘求婚。哎，没有了弟弟果然一切正常多了。突然、啊、你接到了领导的加班电话。加班电话。在事业和爱情面前你分身乏术、你左右难顾、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人可以替你去加班，那就好了呀。对呀，你恍然大悟，终于说出了那句话。说出来，我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。对了，对，还是双胞胎好呀。别演了呀。好，谢谢大家。